真的很对不起。我知道你真的很难过，我能体会。前一阵子我母亲也刚走，我能体会你的心情，真的对不起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不好，爸爸，你好，因为接下来还有辅导程序要跑，我们先带他去定，要去法院，带他去定。对不起。